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做一点热身运动，因为等一下今晚有宁可敏要过来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我们不要令他失望，你们在下面的也要跟我们有互动，但我们在上面的共料价也出比嘛，对不对？ Ready? On the mark, get set, go! 要改变，要改变，要改变。屌，现在要选一个候选啊，要选一个国会议员来补回之前死掉的那一个人。在一年过后，当人民做出决定，一年过后他们也忘记了。这个是刘慧要讲的话，你们在你们的思华，在你们的心中全部被盖掉了，你们看不到这一则刘慧要讲的心里话，你们听不到，你们也看不到，但是在网站上有写到刘慧要讲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普选，所以你们看到了，刘慧要根本都不在意你们手中的那一票，一公不准备宽重你们手中的那一票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投给他？一宽重人抽这一票，是一条帮塞抓你。帮塞抓你们知道吗？只不过是一张厕纸罢了，用完丢掉，拉水冲掉，忘记了，看不到了。这个就是刘慧要怎么样对你们选民，怎么样的对待你们选民。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们民主行动党非常重视你们手中的一票，因为我们要带领你们一起走向改革的方向。我们民主行动党要带领你们从西部改革改编，从沙拉越改编，然后我们成功在第十三届的国会大选一起望向不重，拿下不转。